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异次元空间的最后一关，最后的一个空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这也就是最后一站了。这个异次元空间呢，我们最后大 boss 到底遇到什么呢？据说这边会触发真正的结局。当我们爱心收集到100颗以上之后呢，就会触发真正的结局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足够了。那这边的角色可以切换，很多都可以选择。然后这边的箱子呢有各种的盟友的力量，好，可以召唤各种盟友。我们现在的阵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要以这个姿态去打架。好，用如意棒，感觉还不错。那如果你要选一些有无敌招式的，其实也不错，像石头之类的，当个爪废的石头也不错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加枝的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来咯，滑下去，滑下去，下楼梯。好，最后一站的大门就在这里啦。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原本最后一站的地方，但是看起来变得有点不一样，有点恶心的东西在后面。异世界的邪恶的爱心哦，它颜色变得更紫了，变更蓝。好，这是我们在这四个地方获得的爱心魔杖哦，戳下去了，爆炸了。里面封印的是这个，不就是海内斯吗？这个大鼻子，海内斯欸，好，异色版的海内斯，好蓝哦，超蓝的。来了，暗化海内斯堕神官。好，这边呢有一个隐藏剧情，算是小彩蛋吧。你必须开启的简介这里会有他的故事。好，这个暗化海内斯呢是掉进其中一个通往异界洞穴的海内斯。好，他这其实要先看这个前提哦。在海内斯不断的祈祷下呢，通往各种次元的异次元空间呢被打开了。然后这次元中我们也可以成为梦幻盟友，那有点像平行时空的感觉吧。然后在这些空间呢收集盟友之心，然后产生希望之光。所以这些空间是海内斯打开的耶，所以海内斯似乎是个好人吗？但是这边的暗化海内斯呢，因为他掉进这个洞之后，他的过去的黑暗从他的手上离开了，成为异界的巨大邪恶之心。所以那个邪恶之心就是从黑暗的浓缩体，他把海内斯的意志吞入了，然后让他没有从黑暗的地方把他拯救出来。他被这个吞噬了，被这个黑暗的邪恶之心吞噬了。所以我们遇到海内斯其实是被暗化的，被黑化的，被以前黑暗给控制住的海内斯吗？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好人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拯救他了，来吧，用暴力来拯救他，来，戳他，戳他，来来来，哎哎哎，攻击，旋转旋转旋转，哦，刺针，有针有针，哦，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来干嘛？哦，大颗的，我好像把他打断了。哦，他要放电啦！哦，要闪一下啊！解决了，第一条血量解决了，暗化海内斯。温马什么的吧吧吧吧，暗化的大鼻子来了，三魔官木头的，木头的替身哦，好，替身之术。到达！哇，他拿人直接来甩哦，他直接来甩人的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！救命，你们做事啊！欸，那个底下的木偶还会打到人，碰到还是会扣血，拿人直接甩啦！哇，我快死了！转他，转他！大滚轮啊，狙狙！啊啊啊！要跑要跑要跑跑跑跑跑跑！啊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还没死，我怎么还没死？要啊！死了！好的，这边战斗比较困难呢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换成风属性的来试试看。我敲，我转，风属性的速度有比较快吗？这个好大哦，直接飞上去了！戳戳戳戳！我戳，不好打，要放电了，要放电了，这边还是要闪招的，然后中间，躲到中间，再来再来，要躲到右上角 ，OK， 没事，
撞到了，太近了。我跑，哇，黑暗的球好像可以打掉了，好像可以把它打掉吗？不行，打不掉。别跑啊！哦，解决了第一条血量。好，再来。这边会比较难一点，这边其实要专心散招会比较好。来吧，来来来，送你！赶快，赶快多输出，这血量有点多。哇，我们需要有点无敌的招式。哇，我的能力被打掉了。哦，无敌招式有点不多。哇哇哇哇哇！我燃烧了。好 ，OK， 他差不多要滚轮了。在他滚之前，多打他一下。来了，要滚了。哇，直接被碾过。哦呦，这边专心闪招。哎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这个滚最难闪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哪里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揍他！这边要小心，地上那个木桩还是会打到人。哎，新招，他躲在那个玩偶后面，人死了，救人救人！哎，这个黑暗球要闪一下，可以打掉，这个球可以打掉。现在好像打不到他，他有这个防雾罩。哇哦，大颗的。小颗的倒是好解决，戳不到他。好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OK， 攻击，最后的输出，中他。我、哦、这边有一点补血的东西可以吃啊，解决了，打败了暗化的海涅斯。啊，他脸色真不好，好蓝哦。海涅斯大人。这是三魔官来了，哦哦哦，这个是，这也是暗化的三魔官吗？寻找被次元洞窟吞入的海涅斯大人，来到异界尽头，可是，啊、粉红矮冬瓜，难道是你？祭司露珠过来这里，三姐妹来了，哦，他们脸色都有点蓝，都变蓝蓝的，这是什么啊？海涅斯大人，结果又是你呀、啊！邪魔迪姆，邪魔迪姆，邪魔迪姆是不是在那个辣椒里面的那个灵魂出窍辣里面那个大 boss 啊？最后大 boss 就是邪恶的力量，邪恶之心的那个肉体吗？主体。好，这副姿态果然还不是那时候的海涅斯大人呢，引导我们迎向未来那个时候的祭司入珠啊，不用担心。现在这是我们向海涅斯大人回报恩情的时候，在此之前，粉红矮冬瓜啊，不对，星之卡比，终于，一场夙愿的时刻似乎到了，由我们三魔官姐妹亲手将这场战斗，一次打三个，好好的做个了结吧。来了第二连战，三魔官姐妹，哇，异色版的，直接就开打喽。一次三个会不会有点过分？虽然我们有四个人，但是太多了，我撑不住啊！哇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有人是不是在后面看戏？有一个雷的在后面看戏，送你。OK OK， 哇、哦，我被卷起来了，我被斧头冰起来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救命！哇，好痛，这个好痛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好。哇，接一个有点痛啊，攻击范围有点大。哦，差点变串烧。哇，有人死了，好混乱哦，我看不到人在哪里了。人在哪里？救一下。OK， 解决了吗？第一条血量，再来，一起来哦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哇哇哇，好烫哦！哇塞，救命！
三连招全部中。好的，我们再挑战一次，这次我要当画家。那这边一样，刚刚的彩蛋也有，这边也有他们的故事哦。齐心协力成为强大的三叉，那挑战最终决战的三魔关，追寻主人的他们呢，终于来到通过各式各样次元的异界尽头。那信仰黑暗之神的想法只有一个，想要见到那时候的主人。那时候主人是以前的海内斯吗？就是还没有被黑暗之心吞噬的海内斯吧？好，他祈祷着这不可能奇迹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大团圆的。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自己也变暗化了耶。好，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变这样的形态。好，来吧，画家没什么攻击招，但是我先躲好再说。我可以补血啦，我这个重点是要补血一下。我在旁边做点事，画着点东西帮帮忙。画点东西，看起来有在做事。这个斧头很危险，快跑！哇，我被砍到了。我要吃这个。好，回来了。要闪招，闪招。哇，原来那个火焰是他的啊！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的招式了。解决吗？第一条血量解决了。好，画家，画家啊！那个大炮来不及。至少闪过，闪过了一招，闪过了一招，哦，没有全部吃到，好，石头，哇，直接戳我，正面直接戳我，哦，救命哦，各种连续技，就让我吃个我的能力，啊，再会了，赶快画点食物出来。快快快，吃点食物，让我吃一下，快死了！哇哇哇哇哇，好多炸弹！好，分享分享。OK， 还有吗？总之血量回来了一半了，该不会又要大炮了吧？没有。哇，他要串烧，他要串烧人，快闪快闪！有吃的有吃的。这有吃的，分一下。哦，血量补满了耶 ，nice 哦。哦，串烧，串烧员被串烧了。好好好，来敲敲不到。好，这里。来哦，有没有人来给我敲一下？哇，好远哦。好，但是我血量还够啦，我血量还够就好。哇哦，又被打到了。画家。画家来不及，来不及熄火！哎呦，要被烧，要被烧了！我挡住了，雷枪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电磁炮来了，我还有水枪，还有水枪，又是三连招，我来敲他吧！啊，不见了，我怎么要敲人就跑掉了？一直换人，他们，哇！哇，又是连续技，我可以画吗？可以，我可以补血了。哇，赶快吃起来！哇，我被打掉了，救命！哦，吃一下。我才刚吃。好好好，至少血量还有啊。大家加油啊！大家加油啊！哇，三把剑，四把剑。哇，没有招式打上面，打不到上面，可以吗？再咀嚼一下，再敲一下，哦，敲死他了！我的艾斯基摩像终于敲死他了，赢了！画家还不错，有补血的续战力呢，慢慢打是可以打得赢的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异界三魔关了，耶、yeah!！最终结果呢，我们只得到102颗星星啊，不过已经总算至少可以解锁这个隐藏结局，然后还可以让三魔关加入我们的伙伴，没有问题，只差18颗了，阶级是 A， 当，没有错，这是异界的模式啦，那之后这三魔关我们就用这个爱心来净化他们，来拯救他们，给他一个爱心。丢出去，
可能复活了，直接治愈了。哇哦！哎，你是谁？哎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祈祷。他们怎么都不讲话？他们不会讲话了。刚刚不是一直在呛我吗？现在什么话都不讲了。好。他用祈祷的力量，哦，把自己净化了。哇哦！哇，好漂亮！这边才是原来的样子，不过后面还是有一些恶心的东西在那边飘。哦，那个是星星同盟的那个星星，星星之力。好，他把我们这个星星召唤过来了吗？嗯，点头了一下。哎呀，哦，叫我们走了，让我们走了。哎呀，拜拜。哎，那他们呢？他们就在这里了。我们就离开这里的地方了。旁边那个躺着的海涅斯的有一颗星星掉了下来，碰到他了。有治愈吗？有让他变回原本的海涅斯吗？哎呦，我这是哪里？我的鼻子好，他的鼻子好抢戏哦。哎，所以真的拯救出海涅斯了吗？他的鼻子太好笑了。好的，这就是异次元空间的最后的大决战了。我们成功解锁了三个魔关姐妹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其他模式中来使用它们。啊，这个模式其实难度很高，然后也充满挑战性，然后游戏的关卡基本上都是新的，所以还不错，这更新真的很大。据说好像是最后一次更新哦，之前的这个魅塔，还有一个鸣蝶魅塔骑士还没有出现，或是海内斯之后到底能不能使用，看起来是不行，啊，目前还不行啊。但是之后不知道还有没有第四弹的更新，但是第三弹更新已经算蛮佛心的，还不错，蛮有诚意的啦。那我们今天的卡比之心呢，就先玩到这边告一段落喽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那么我们就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